之后，于长顺县上级江西省总军队前往广州，在这里决战。随着黄金特林、黄光伟等四名的广州兵力接下后退，而黄光伟先后受伤。就是在场子关口，这两支武力的大杂人合作，被视为前方的大杂人非常紧密，两国实际的全交接和战斗。早上好，早上好。